朝夕顿之同情都愿就是人踪昼夜辗转到始终冬天大限成黑洞一望无际多迷人在繁忙自我的时空只我在梦中中但世界一派从容中眼我是天生也许不止一个人高山都被你的伪装最坦然的接受多少人曾幻想被拯救放着在华丽的梦想在无边的时空一个空洞在胸
手靠准节奏，啊，跟着我们，啊，四招背部大雪斑毛毛，激怒狂风立刻书包如山，发表手下神经都，啊，跟着我们，啊，残怒着灵魂沉醉，火烧死以亡为，直到亲手再被那人再狂，都要将他摧毁。手靠准节奏，啊，跟着我们，啊，四招背部踏雪翻老虎，激怒狂风立刻书包如山，发表手下上进攻，啊，跟着我们，啊，we'll be right back.
刚刚这首歌也是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可以敬畏生命。所以我说，其实这一趴就是歌曲写的会比我平时写的一些歌曲要稍微的没有那么流行，因为旋律很复杂。管他的。但是我觉得这种其实令人反思的一些音乐还蛮难写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这种音乐需要一点复杂的旋律这样。那接下来这首歌，昨天我没有讲，就是说其实这首歌写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独特的人。我觉得在我们火星，来到火星的人，属于火星的人，大家都是非常独特的人。但是往往呢，独特的人会受到很大的争议。我所知道的各行各业的这些非常杰出的、优秀的、突出的这些，不管是医生也好，科学家也好，等等，顶尖的人都是比较独特，但是他们在旁人眼里很像是疯子。你不是，但我希望不管旁人怎么说，我们可以听意见，可以反思，但是不要丢失自我。